里长，他们其实都是来自基层。在我右手边的是劳工党部的蔡主委，那这位是我们的竞选里的曹里长，还有我们劳工党部的执行长，他过去也是拆除工会的刘理事长。那在我左边的他是家事服务职业工会的理事长。所做的民调，如果是我跟现任的立委黄昭顺的对比，那我的民调显示支持度是 49.4%， 那黄昭顺的支持度是 21.5%， 所以我领先他呢有 27 点多。那么如果是党内对决的话，我跟刘世芳的部分，我的支持度是 38.3%， 那刘世芳的部分是 11.3%， 也是。